那个步兵班的工作就是沿着 A、B、D 跟 Delta 的这个顺序去那这清样理子完。都那清清理理完完了，Delta 过后，哎，你们就是不走管是直线想了这些啊。事沿情，途有交火，你们自就是己看你好考虑要不要运，进或建者筑。是那看你们那你个不管是 A、B、C 跟 D 清理完之后，再回到 POE 集合。那我们对，再原路撤回 LOA，然后 OP1，然后 LC 加上 T5 号在我们车里。好，那我们排那个油猪号，我们排布会留着。我们排布可能会在三个 OP 点或者是等一下现地观察会新增新的观测点。但总之，我们会在村庄的外围乘坐油猪号不断的移动，然后看哪边有更好的视野来给你们提供掩护。这样，然那步兵后，班总共几？如啦，待会你们到前线之后，可以跟我一个指派位，只会再空投两台油猪号给你们。好的。那步兵帮我需要一个指挥。要不然就我吧。行啊，那你把人带一带塞到你的小队里面。我们现在就在他的小队里面。眼里面，我现在就在肚子里面。那油猪号要谁来飞？油猪号谁来飞？不是油油猪猪号号，了，T5 号了，不好意思。要不然就我吧。好啊，那等下把我们沿途对，那个萝卜，都低飞，帮我们载到可以 LZ，帮我然拿那后个就飞直行接器吗？降落，我们准备好，下放到机。吧。OK，谢谢。油猪号收到，我会们收到，我们。飞。好了，那兔子你们3432平，然等等后我等们等，我排要骨留离一平。开兔子。兔子来喽！兔子，你闪那边亮，有要问兵题吗？有解决吗？当然没有。对，我还没看，等我一下好吗？那个萝卜，哎，你帮我互加动到兔子有那人里显好了。示有。罗你们会需要那个吗？如来，我要加到哪一队？一样找兔子。找兔子，OK。兔子，你点一下你手边的球，如果太多的话，我另外再分一队。好的。固定。我们等下会带上机我们可以再去前线。我这边2467，7个。哎，那个兔子，我找不到你小目队，标的为什中么？心点要关掉。你在我小队里啊？显示游标要打开。OK，好，谢谢。好笑啊！加我两个七个。都要用吗？没有，那个就最上面那一个要打开，然后保持游标在中心点要关汤掉。米，帮我搬有到了，那个 T5 号这上样面 OK。吧，不跑。谢谢您。好，解决就好。阿奇没有帮到什么忙，但是还是要跟他说谢谢。有礼貌的好宝宝，天哪！在说啥笑话？就知道是你，你用那个眼神看我是爱我还是恨我？他们已经那个装到车上，不要装。我就知道，跟互动键一样。我等下谁小队？娘娘腔。好了，报告那报告，长官，我恨你。我怎么又变六个？太好了，我要让你知道。我塞一个叫兵过去。恨我的滋味。我不知道他 Joseph 怎么跑来，不知道我是补充品。那我要加谁？为什么我在里面啊？然后劝一样找兔子，然后兔子你再点一下你手边几个。他明天要玩破加炮，对不对？Joseph 跟劝的话，我那那你加我。加你，兔子加。哇，补充兵加一。好，补充。一样，都去找兔子。然后兔子一样，人太多，你再跟我讲，再分一队出来。然后3432平，然后148跟我通联。然后没事的话，所有人上飞机。我们是二平。对，我们是在二平。马雄也可以跟我讲要怎么，等一下可以再教我怎么把这个车装上去。波33测试。check。33 check。当无烟测试。还是这样，都是。你就举例说，你现在按进入驾驶，然后你按滚轮会有一个，好，所以我就开到他车屁股，我就开到鸡屁股，他是滚轮就有这个选项，是不是？对。多米耶，我操！等一下哦。谁跑到驾驶？OK，好，他那个要把它空投的话，他就只能用从驾驶的。如果他要空投的话，他只能用那个鹈鹕号驾驶员的空投。然后如果要装上去的话，你就直接上车，然后靠近这个磁吸区，靠近这个 MagSafe，然后你再
然后它会有一个 low vehicle， 你就直接滚轮，然后 low vehicle 就可以了。哦，懂。哎，排布帮我上油柱号，兔子先不要起飞。那个麻烦排布从油体务号这边下来，然后坐后面的车子。贴到怎么只有三个人？去帮我这个角转槽机，不要去。哎，我可以转槽机。没办法，你就可以掉。然后菜是菜农配置的，所以不行。我妈的，所以搬家还没准备换位。那他这种他们两个人上另外一个位置可以调动六百多公里，都在你这。我一直有。他们也没有戴头盔。对，他们也没有戴头盔。你为什么去年要有个小事情？哇，名字不标准。第三，那刘少的头盔。哦，周瑟夫跟雷暴跳。哦，雷暴在哪？等一下第三代，好，谢谢。那你不可以先交给车吗？车长。好的，我就交给你了，小心。车你 OK 吗？我不相信，我不有一点练习。我不相信，我不。你要相信，你要有一点。我也不相信。哈哈，我也不相信。所以你就放心带。我也不相信，我意思说我也不相信我自己，你放心。哦哦哦，看我们这个中队有弥漫着浓厚的自卑味。我们看来我们需要建一个标记。我要用绿色标记吗？我们为什么看到运输车飞的是正的？啊，我一直以为我们这个中队是弥漫着加加气。好的，敌人换上单位，我们已经被发现了。兔子，快速放我下去。你的油速可以从多个开始空投切换掉。再包，好，尽量，疫情灾区 ABC 区。
旁边那个是谁？萝卜，萝卜，我黑白画面，我黑白画面。好，这样，马上，上，你马上出现。我你还好，保险。啊。稳定度自己的场所。海军单位准备从北方进场包邮的载具。最好的地方。我这个 ATT 可以锁自己的我方的那个空中载具，可是我却锁不了敌方的。我刚才一直都锁住，不小心锁住，现在我在帮你清理。好，你有事了吗？在那边。好，好。对方方面呢？他们要出发吗？还有，二品，在树林第二台。你等下，你身上吗？哎，兔子，那个队长拿一下。对，没有错。蓝组刚好三个。好，那蓝组上车。自己出去大红出车。蓝组帮我向那个正北方，正东方向，放在山头间，帮我压住一下，压住一下。蓝组朝东侧，东侧。车辆稍等。东侧树林开始扫射。北侧，不好意思，东北侧，东北侧，我看到一光弹。注意一下子弹。压制吗？继续压制。了解。三发点放，三发点放。稍微进入 LOA LOA 的正东方 ，LOA 的那个方框处，就聪明内隐蔽起来。动。然后听我，听我。看到敌人就开火。那是不是加 K 不是有？看正前方，看正前方。着火，着火。地上呼叫，你打 LOA 的时候等一下车吗？打 LOA 在车上，车上稍等。好的。眼光四面，耳听八方。机枪弹药剩多少？有一个当兵当到坏掉了。我回放586。OK。连着兵在拼秒。
等一下机枪优先攻击的是那个有反弹能力的固定式武器跟载具，载具优先。收到。Chat 你会讲话吗？会会。OK。快下车。先下车。好，下车下车。快下车吗？耶。我去找他们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就是为什么不要开到零线上面。我伤口都裂开来了，可以请求医疗吗 ？AT AT 长就位，前方有敌方的那个武装载具。我帮你包。收。你先包一下。包你好。我在包，我在包。AT 手准备，询问距离。我已经 lock 了，我已经 lock 了。你在跑的配置可以了。发射。警示。倒地，有军倒地，来，手拉回来，确认桥车。请问目标被击毁了？没有，密室了。我需要掩护。这是什么位置？绿色的。收购。血。下面有车。后面后车是零千号，后车是零千号。推零线，没得，红组没得。东南侧有一台不明车辆，不确定是敌军。敌军。还有红组，红组掩护桥车部，我现在在治疗桥车部，他现在倒地，大量的。他说，进攻。载具车毁，敌军载具车毁。没了。向西方，撤离至那个大离线后面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是这台。全部的 AT 吗？啊？我看一下，我知道。这是罗伯，请求批准支取 Joseph 的 AT。允许。跟你讲，他跟我打通了。正西方有敌方的步兵单位，好像是狙击手，小心！我们这边被西侧的那个树林挡住了，无法目视到。没找到 AT。敌军步兵已消灭。漂亮。各单位伤减。你们有谁需要医疗的？需要。我还要跑配，很严重、啊。我在绿色这边。那个去找罗波，去找罗波，需要人重机收，重机枪我接手。我要配。没有。劝配的。我在前沿。敌人场。那你帮我带人开始挖壕沟。朝哪个方向？四面八方。好，肯定。到时候先从西方开始。好，可以。啊，还在五百。对啊。要带船。那你先帮，那你 OK。回去。抱着你帮我。那我帮你挖个掩体好了。有，我带。你帮我挖。我转了。主现在在挖背后。挖哪一个？主现在人在哪？摄影就旁边。等待一下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希望你好了。再给我。好了，我在挖帮医疗兵挖好多。我稍等，你现在血压过低，没办法配合。确实是先交给我带，然后那个帮我带在车子旁边。那个上你好了，帮我上机枪的重机枪上。OK， 好。这是萝卜，上大概还要待半分钟，他血压过低，没办法配合。了解。我要回车吗？会，对，你回车子上。哦。那个在帮你送。啊，我知道什么。
边有帮你打，刚刚要打多一只马的，我现在不帮你补一只圣伤。我帮你补一只圣伤减速，稍等。北方有载具声音靠近，各单位警戒。这是萝卜，三安需要四十秒。北方、东北方地方载具靠近，收缩。三安警戒，正东方。希望下车，不要动。道路上。多人躲在掩体后面，让 AD 手解决。正东方，正东方。车载机枪待命中。IMP 从西北方靠近，那位躲好。先举着 IMP， 先举着 IMP。看他一发，他爆了。西北，西北。西北 AD 了。了解，还有人有 AD 吗？零三步兵，是吧？还有友军步兵，友军 AT， 周围的好像。你哭？哎，怎么了？还是上机枪手吗？没有，先下车，先下车。先下车，好。或许我可以去拿尸体。去帮人家。TGT 万点 ，TGT 万点。叫刚才那个爱人，叫我们 AD 了。这个没有小将。来离开车辆，在掩体后面躲好。来人主趴下，在掩体后方躲好。操控那辆，趴好，趴好，趴在掩体后面。不要露出来让敌方看到。没有人有 AT 吗？哪个 Chief？ 蓝族否定，但我只有那个粘着炸药。红族要死，可能要请蓝族牺牲了。蓝族准备好了。但希望我们现在有标枪。我派人去丢粘着炸弹，男主向前冲锋去丢那个 LV 粘着炸弹。了解 ，Chen 跟 Sean 跟那个快速冲锋。不了不了不了，爆炸！我用念力了。好，那个男主上前把他掉。再见。数字重发，再说一次。帮主回来 ，SW。将车辆往前开吗？这个。都是是否还有那个好攻克？男主跟我来，向东侧移动，将防线扩大，在东侧这边再多挖一些防线。五罗，那个五罗，我带出弹药了。什么弹药？步枪的弹药。步枪的弹药。我带到32发的，它是20的，我没注意到。好吧。那你先把东西你捡他的。这是蓝族呼叫肚子无线电测试有收到，确认。
蓝组在东侧稍微向前推进了一点点，请问一下，有点痛，不回。哦，被打伤了，那就先不要挖。东方以及北方控制，东方以及北。我冒了，好险！谢谢蓝组，拜拜。再挖一个壕沟在这里，然后再挖第二个壕沟面向东侧。大人，对，帮我把防线往西北方拓展。一个面向东北，一个面向东侧，各挖一个壕沟。蹲低，蹲低，蹲低。接底，接底。看红抓抓。来，你掩护我们，抱着跟我来。确认先掩护。好。黑点向那个北方。Okay, 好。OK， 圈换你挖，上掩护。再挑一个好一点的位置，大家目标是在东方的那个城镇内，所以你们可以挖，对，开始挖掩体。红组收队，那个上车，上动命令取消，红组也上车。收到，蓝组撤回至车子上。我走。这也是红，这是红组撤销全命令，回到车子上吗？定。我走，撤。确认你弹药还够哈？还够。我发现有朱浩不太能定点射击，他的特色就是要跑。我觉得太低。好多很难打。你和我现在两个弹夹。你是说中固定式机枪的还是？不是，我是说我的步枪。没关系，喂，你跟着我们就好。啊，所以他妹妹，我叫你捡他的枪啊，他的弹药没捡到。他也是跟我用一样，20发的。你没拿到他的弹药。带头身上，他身上只有两个弹夹。找一个好良好射界，红组带头前往 PO 一点。蓝组掩护红，抵达 PO 一点之后，蓝组再跟上 PO 一点，抢占教堂。这一次蓝组回报，这一次蓝组回报，那个蓝组是重机枪车，我可能要跟着我才有办法移动，我没办法定点射击。对，有红组、蓝组、蓝那个红组带头，蓝组在后面掩护，一起前往 PO 一点。收到，蓝组收到，跟在红组后方。等一下，那个蓝组你们朝城镇里面开火压制射击。城镇哦，蓝组我们准备好了，红组交给你们。方向吗？有方向吗？东侧城镇内向右，好，对。还有500多发了，哦，是我左线。可以了吗？可以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要爆了！好，停火。我扫过来嘞。OK， 这里下车。下车。男主你叫呢？男主跟我来。谢谢男主红主，你打教堂。先在这边，不要走教堂。教堂。这里是红主回报，进入教堂遭到手榴弹攻击，伤得惨重，伤得惨重。了解。单元倒地，只剩下我一个活着。稳定地上，守住这个路口，装备特消极。这一次蓝组守在门口这边，三人都还 OK。对。向东北侧中间，火力压制，火力压制。Break out！Break out！ 玻璃爆先进教堂，原因是什么？守住这里。
这一次一生回报全部战役成功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现在有友军的，有友军的载具在西北侧的山丘上。上上上，进教堂，进教堂。劝继续在外面防守。收到。那捡他们武器。走走走，去进教堂 ，Go！ 他们进教堂这边这个时候，发。敌人一直在退撤，有三个，有三个答案，那个一个，自己看吧，谢谢。你也是放在哪里吗？第三，上下一个，需要医疗的人。我们先进。回来那个。友军 ，crossfire。OK。好。OK， 进来，快。收到。劝停火。我停火。自己下去停。可以。雷先进来。不要进来。劝你先找掩体。哦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看看，我帮你包脚，走。五位。枪打到。耗子，你后面那个站没有？那个对象有在看没事。兔子不要离太远了，十秒。兔子，你那边。劝你过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来我的位置。好的。你背包现在有空间吗？应该有空间。我塞塞看。OK。帮我背个弹药。好的。有。交易了。帮我背一个火箭筒弹药。哎呦！远离门口。啊。再配个。OK， 劝守住这里。Sean， 你弹药够了吗？应该够了。不应该够。OK， 北侧有友军，北侧山坡上是友军。OK， 稍收。确定弹药够哦，没有再装错了哈。四甲。OK， 四甲，你是机枪吗？应该没办法，应该可以塞很多啊。这次拦住，询问下一步。我可以帮我 CP 一个，你没看到人，我等。收到。还没有，还没到。那是。我想先帮你输一下呢。OK， 看去。有，之前我看到他下来，人下来，但是他还没有这里。帮我们前往 GG Delta 点，帮我把 GG Delta 那栋建筑那个守占领下来之后，守住那个主要道路，那个东北方的主要道路。稍等了。然后还是蓝组，他说蓝组，哦红组。你不要走吗？那是我们吗？是叫我们吗？我们已经帮我前往 GTA 点 TGD Alpha 点，占领 TGD Alpha 点的那个建筑，然后向西南，要向东南，防守。第三25秒。对，这里是红组地上回报，我现在正接受治疗，稍后前往。
停掉就好。这次蓝组重复一次，我们蓝组是到 TGT Delta 点没错啊？确认。那沿路速性过去可以？轻伤。不用不用沿路速性，你们只要过去，然后把整个东北及就整个东北区那个防守下来就好，不要让那个敌方的单位从东北方进入城镇。收到，这里是蓝组，我们将从北侧的后门绕过去。这是不停止动作十秒 ，take。OK， 启动。蓝组到北侧的后门跟着我。好，到了。到到。这是不好。走后面吧。走西北侧，西北侧。蓝组小，A 区的北侧有敌方的空投枪。在有军，有军。看能解决敌方的增援解决之后，你们再进行推进。红组的话，正前方，先推，够推。上导是，不要先走了。这里是红组回报，前期方向遭到压制，前期方向遭到压制。了解。不好说话。看能不能帮我先待在教堂内侧，可以帮我压制。这一次蓝组回报，只有我一个人抵达 TGT 点，其他人在那个交火中的那个倒地人，他们倒在 A 点区域附近的沙包里面。雷，你还活着吗？活着。OK。劝你还活着吗？哎，我还活着。跟着蓝组一起搞定，倒在 Mac 这点。我歪了。收到，你们手上有烟雾吗？好的。先在那边守住，先在那边守住。Break up。哎，请重发。我们的防御工事做好了。收到，你们先守在那边。有办法削弱敌人吗？你们的北方有敌人过靠近。确认一下那个，你刚刚讲说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建哥，单位立刻掩蔽，进入建筑掩蔽。空投，这个空投消防要立刻打开。靠！先留根上吧。所有单位，回复上移动。开始前往你们需要速行的位在哪？在后面。OK， 我先包一下我的头。我们摸过去，包不了，算了。这你 OK 吗？哎，这次蓝猪女扶我回来了。那个路线好像有问题。什么路线？哎，我们刚刚要走的路线，因为现在我们要走原上移动的那个指定区。对啊，不是往 TGT Alpha 吗？他说改 TGT Alpha。OK。你可以就是找那个跟阿法一样的路线，从那个建筑慢慢摸过去，走开过去。OK， 收到。他帮我走。
我们就先我们等下很简单，掩护红组的外围啊，等他们进入阿尔法之后，我们再单独前往那个调查点。OK OK 啊，那我们走外面吗？跟着红组走，我们掩护他们外围，让我们去进房子。没有，刚刚只是你们冲得不够快，你们刚刚是不是看到火力就停下来了？没有，一出去山就倒，我就把他拉回来。我一出去就倒。没事没事，注意外围，注意外围。好。那个，如果说那个建筑里有人揍你们的话，把他打倒就好，不一样。那么我优先执行我你们那个指引你们前往的 TGT Alpha 调查点。来，蓝组往东侧移动。哇靠，好硬！还没死。啊！受伤。打。先守着，不用看我，先守着。他不见，他输。收到，好，你准备往上。门应该是没办法开。对，是红组会帮我们在阿巴点。这边有那个反坦克武器，你们要吗？先帮我把里面的所有东西处理掉。了解，先说清掉了。撤离了。先守住，先守住。OK， 圈看着这个点，然后可能会原路撤离回到你们的车辆前。OK， 然后我们原路撤回至 LZ 点。红组从我们刚刚来的道路返回。蓝组收，蓝组撤离中。我们刚刚我是一出那个墙就倒了。跑得不够快啊！你要散子弹啊！没办法，一踏出去，你散子弹不是直接子弹啊，对不对？你就想象我一踏出这个围墙，知道就中弹。我知道，没关系啊。开玩笑，我喜欢讲干话。走了。OK， 好。啊，男主全上车，前往至 LZ 点。就是我们的T5号的那个位置，红组操作，蓝组操作。好，回到刚才那个我们防守 LOA 点的时候，挖掩体比较粘到，大家被弹飞。这根太粗了。南侧，朝一光弹来源，少射击回去。继续射。
上来先帮我医疗可以吗？先帮我医疗。多少？我也黑白了。OK， 上机上机上机，下车快上机，先上机。这里是蓝组，全员上机了，全员上机。上，马上到上机。龙子全线上机了啊！我在上，等榴弹。榴弹，龙子上机，龙子上机。飞进来，我走吧。你们前面炮手是死掉了？有可能哦。难怪我刚不能上到炮手。笑你还活着吗？笑我，笑我回话。炮手晕了啦，看起来晕了。还没上机，还没上机。炮手是 Marshall。上岸，上岸，上岸，正在入场。OK。哦，这东西有机尾炮手。这炮手位有一个站着。因为上岸倒地了。哦，是炮手。上恩正在医疗中。好。麻烦同框。上恩正在医疗中。这里。看到了。我这里三小都看不到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有地点吗？对，有地，这个有地。右前方到。三恢复心跳。下机吗？不用，本来在机上待命。刚刚想要请来回说话。喂，谁下机了？小姐，我换个座位。小姐。祝你们解决完上恩，需要一个手术。OK， 解决完上恩手枪。弹罐收到。OK， 起来了吧？起来起来了。他差一点就要被起来。啊，你起来了。这么想解决他？没有。丢下去哦。如你所愿，盘。现在是要去接另外一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，那个兔子跟你汇报一下，我在你的前座炮手，然后 Marshall 好像是在后座炮手，啊，机尾好像有个机尾炮，还有一个机尾炮吗？后来好像机尾一个真人版的电影，直接洗走啊！哎，问一下，那个后来有出真人版的电影版？那不是电影版 ，Holo Halo 啦 ，Holo。Hola 是 Hola 好油 Pico， 哎，可是看起来蛮酷的，而且那个斯巴达很少。Hero 没有出真人版，他是惨遭真人化。听说那个士官长都不是官长了，可是看起来蛮好看的，看电影。看起来啦，应该说士官长就知道穿着盔甲完全不脱才帅，他里面穿的没几次。应该是说如果不把挂一个 Hero。应该都没问题啊。他剧名叫什么 ？Halo 啊 ，Halo 啊。
两分钟。